逮您今年有啊？您今年高寿？87。哎呦，我87了。您这身体挺好的，您每天都来天坛公园遛弯吗？对，是是。哎呦，大爷，您这真不错。大爷，您年轻时候您是做什么的呀？年轻啊，公安局。哎呦，长安分局。是，您是警察吧？啊，四十六年。啊，工龄46年。51年。哎呦，那真棒啊！您是怎么分配到公安局的？啊，对，公安学校毕业。哦，专业学校，公安学校，东岳庙原来是公安学校，是，那毕业出来以后算是大，就神路街对过，嗯，公安学校，是本科毕业吧？啊，对，那真不错，公安学校毕业，是，呵呵，您等于毕业出来之后就分配到公安局了？啊，对，嗯，对，大爷，您几几年您从学校毕业的呀？51年，五一年，啊，那会儿您收入能挣多少钱？啊，挣几十块钱。哦，也是说。开始挣小米儿，挣工分儿，啊，挣小米儿啊，挣小米儿，那等于也是说160斤小米儿，一个月啊，哎呦，那会儿您收入算高的了。那阵儿后来改为公司工资，对，是公安局里头啊，您是负责什么呢？负责经保啊，嗯，特航，嗯，刑警都干过。那您等于最后是领导了啊？您。啊，那谁领导啊？就是一般干部呗。我感觉您最后也是从普通的，然后升为干部嘛。啊，您待遇挺好的。待遇啊？啊，还行。我觉得怎么着也得10000多吧。不到10000块钱吧。哎呦，那真棒。嗯，没事儿，够吃了得了。是。